把大大导游行。我比大家都提早拿到了新的任务，我是不是又可以跟他们讲？寒心，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。不是你成为花为人少女，所以我就第二站可能变成导游。订一个性价比好一点的酒店吧。来，我们行李的事呢，我已经跟房东说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去商量一下后面几天的计划。哎，亮哥，你喜欢吃火锅吗？对，火锅底料肯定是非常需要的。